大家好，我是 Dr. Julie， 欢迎到宛如画廊的开幕联展《东方与西方的邂逅》。我觉得艺术可以超越国籍界限，艺术也是一个可以串联我们整个世界的语言。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跟大家都分享艺术世界。这一次我们的联展有六位艺术家，有三位外国艺术家，还有三位台湾艺术家。有 Gala Hagelberg Legion 是瑞典艺术家 ，Tim Burton 是英国艺术家 ，Batista Wagner 是法国艺术家，还有我们台湾艺术家梁平正是雕塑艺术家，台湾艺术家叶芳，还有我本人。谢婉如，美国华侨，回来台湾定居了三年，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台湾开个画廊，然后跟大家多分享这个很特别的艺术世界。这次的联展茶会有特别邀请萨尔瓦多共和国驻华大使 Marta Chain Desian。法国在台协会商务处处长 Christophe Legion， 台湾法国文化协会主任 Bruno Duparc， 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。透过艺术，能让来自各个不同宗教、不同文化的人们团结在一起，这就是艺术的力量。欢迎大家来参观宛如画廊。